到了聊天的时候，又到了聊天的时候。举杯，举杯，举杯，多一点啊！大家都还没进入状况，真不行。我帮你们催促一下。但我们真的很久没有到台中表演了。哦，对，几年了？差不多快两年吧。几年？两年吗？有吗？好像三年了哟。三年哦。哇塞，很想我们吗？该不会，该不会明年办礼拜二吧？明年不去。不要这样。对，这样挑战大家的个性，不太好，不太好。这个礼拜二，这个日子很好吗？好像也真的。其实我们不好意思的，真的。真蛮不好意思。看得出来吗？没有。带着一种歉意在演唱，我真的带着一种歉意。对，因为真的想不到比较好的时间了，就礼拜一就这样，就没有礼拜八嘛，这礼拜一啊，这礼拜一到礼拜七，有没有今天本来有事情然后推掉的？不要举手，不要问这种问题，等一下我压力会更大。或者说为了这场演唱会跟老板吵架了，翘课、哦。翘课，翘课每天都在翘啊，看他翘哪一堂啊。好，还是啊，你们还是来了嘛，我们总还是要面对这一天。那好吧，是好好唱歌好了，我们等那个气氛都到了，我们再好好聊天。对，可能今天就是结束到结束，可能气氛还没有到，大家心里没有准备，这样。不可能每次都很好笑嘛。